家好，之前跟你们提过丰泽抵得制接力赛已经开始了，它呢就会去到11月12日，不论网店或者门市都会有减价的。我们就想趁着这个限时减价的时间就买一部多功能的吸尘机，不过呢就心大心细不知道怎样选好。但是呢今天很开心，因为呢收到丰泽寄给我们的三部的吸尘机，即刻跟大家拆箱看看里面是怎样的。哇，呢部是直立式的吸尘机，有 auto 模式会自动调节吸力，在地板和地毡会自动使用不同吸力的毛，而且超长效锂电池，最长使用时间有60分钟的，足够应付一般家庭清洁需要。而最正的是它这个伸缩把手设计，根据使用者身高调整至最佳高度，你看看小豆吸又得，我吸又得，吸尘都特别轻松自如啦。咦，你是乜东东嚟噶？呢部劲啊，是机械人嘅吸尘机，只需要透过连接应用程式就可以控制同埋预定打扫嘅时间，真系好方便啊！佢仲配备防撞感应器同埋缓冲防撞板，机械人可以回避障碍物，咁就唔怕撞烂啲家私啦。有了这部机械人吸尘机帮手，就算有几忙都好，都可以随时随地清洁家居。最后这一部很轻盈，大家看到我转了个位都知道这一部是一部迷你的手提式吸尘机，它还连埋车用的插头，配件很齐全，大小型的扫刷，长型的吸管，就算几难触及的位置都吸到。加上空气动力学的喷嘴设计，微细灰尘都可以容易收集到，吸力很强的，啱晒我们放在私家车上随时可以清洁。10月26日朝头早10点开始，记得准时入去丰泽网店，各款吸尘机会有限时劲减优惠，千祈不要错过啊。由而家起至到11月12日，丰泽每日都有不同的热门产品，全线都有超笋快闪优惠，而 VIP 会员和 App 的用户还有折上折添，而指定的信用卡用户还有独家专享优惠。双十一仲会有惊喜，精选货品低至1元起，唔好话唔同大家啦。咁记得咧睇实丰泽嘅网页啦，同埋手机 app， 仲要 follow 埋佢哋嘅 Facebook 啦、IG 啦，同埋 YouTube 睇实啲惊喜优惠，准时去入货啦！